这样强力的攻击下，外星人竟然不痛不痒。眼见如此，外面的风暴开启了大招，闪电狂潮之下，钢铁都要融化。可没想到敌人似乎拥有不死之躯，这下强哥再也不能忍了。一个乾坤大挪移过去，整节车厢都拧成了大麻花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更恐怖的人影降临，落地就秒了野兽，风暴再次释放了闪电。然而下一刻，强哥感觉到这次的对手非同一般，当下操作了周围所有的枪械，要让他品尝下钢铁洪流的厉害。非常炸裂的一部科幻电影，没看过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。